我这心跳为什么这么乱啊？真的害怕了吗？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皮外伤。不过我现在看到血，真的没有什么反应了。要是有一块巧克力就好了。我知道那天在审讯室，你把我给你的巧克力都带走了吧？ 你是不是觉得很好玩？知不知道危险？知不知道害怕？我刚才把你打伤了，这次他们把你送到我的笼子里，要是别人的呢？如果是黑熊呢？如果他们真的开枪把你杀了呢？你现在已经死了，而且。 我还没有办法去救你，这么凶干什么呀？那你每次出去的时候，就允许你突然不见，就不允许我做这些事情啊？而且我们俩这次配合的这么好，你不说高兴就算了，还别说话了，转过去。 这伤是被我打的，我还是没能控制好自己。别担心，我很厉害的，我以后可是要当医生救人的。 你的心跳为什么这么乱啊？真的害怕了吗？如果这次失败了，估计我做警察是做到头了。但是我真的挺喜欢查案的，要不？ 我去做私家侦探，你做兼职，当我的法医怎么样？好啊。不行，如果让老吴知道的话，你给我做兼职，在他诊所里解剖死人，他肯定饶不了我。不过，我们之前每一次都赢了坏人，这一次，说不定也能成功呢。 你得兑现你小时候的承诺，得到我家来找我玩，我带你去10月初5街，去吃我最喜欢吃的蛋糕，还有杏仁酥，好吗？好啊。你为什么老是看着我，老是说好啊？因为呢。 我现在已经是贺警官的犯人了，对警官呢，只能说好。